下午2点。这是他们离开的第一天。第一天中午两个人就走了。好惨，好大的桌子。我想想，早上曲总还在给那个联交所打电话问着，然后还有人打不通，我听到他问了无数个，真的头发重。刚刚有一点感情，然后就离开。有点像我们101那时候，就是每周淘汰那种感觉。对。今天手下留情啊，姐姐。叫爸爸了，不要叫姐姐了，这会儿。铁齿铜牙猪趴。铁齿铜牙。别别，啊。是我没有插紧。来，我来帮你来。谢谢。来。依萱是个很敏感的小姑娘。外表带着刺儿，内心哎呦柔软的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我不是你，为什么你？我先率先道歉，防止你说我怎么样哭了。哎，这么一下，振作起来，振作起来，小姑娘们。哎，尹飞，这个小伙子也是曲泽林的。你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开。曲泽林送给他的。嗯。修得太长了，修得太长了。小哥哥，来了，新人来了。